新庄演唱会的举办规定哇，好旅行社会当包场，会当观众，咱起来看啊。哎，对，安尼对，哈哈，什么问题？咱再讨论啦。嗯。差不多要开场啊，啊，恁等下看，先去买。感谢咱乡亲世代，咱的阿公阿妈，咱的爸爸妈妈，咱的阿哥哥阿姐姐，欢迎来到阮世界西餐厅举办的经典演唱会晚会。我是大家熟悉的第二有名的主持人，我是 Michael。因为阮的节目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热烈，有上好听的歌曲，嘛，互恁听甲，互恁笑甲，嘴啊里塞塞脱口秀。请大家马上走开，不要回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请大家不要走开，脑壳变作要马上回来，因为我们的节目两秒都要开始了。首先给你邀请这位，就是全世界上水上优雅的名歌星，也是我们的头家娘艾琳小姐。请您达哥来破相，各位。啊，林姐达哥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。哎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啊，啊，你来破相直直拍，啊，规条安尼喜爱叫。恁有一个机会，和恁这个上水的头家娘来讲一句话呢，啊！来，爱你小姐。感谢，看到大家这么热情，这么支持，我是足感动的，真感谢恁。对啦，一个囡仔吼，要甲饲30年哦，是这么无简单的。但是一间西餐厅。经过了时代考验了，行过了30年黄金岁月，更加无简单。你除了爱真有勇气以外，我会甲天公伯啊照答。啊，若无阮世界西餐厅，可能早就砍少伊妈死啊！你讲对无？感谢，真个感谢所有朋友这么热情，这么支持，才会让阮世界西餐厅经过风风雨雨30年，一直拢坚持伫遮。在此真心感谢所有朋友。恁的收听，恁的陪伴，感谢恁。曼丽，你敢过会记嘞？世界西餐厅拄啊开幕的时阵，你都有带我来遮听歌。当时咱小倩、俊生，因已经会晓行，都跟他扫的，啊，搁抱着我手的。那时候你对我真的很温柔，很体贴。这个事我竟然都不记得了。丽君啊，好啊，今天你就为了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啊，对世界西餐厅的照顾，我们这最美的头家娘啊，特别无少成本啊，专工举办了这次30周年的经典演唱会。我邀请到啦，这30几年内底啊，来甲阮咱世界西餐厅所有表演过的大咖艺人啊，做伙来庆祝。所以今仔节目相当的精彩，我有真可能啊，互恁落头前，嘛有可能互恁落后边。我哪有知呀？迄甲你欺骗你的啦！啊，不过啊，今仔节目一定相当的精彩，有看有保庇，无看。困袂去，今仔节目啊，你若看袂完，你心肝头就结归完了无？啊！来啦，逐摆拢足用心的，啊，念一寡笑话，互大家欢喜，咱是毋该掌声鼓励一下。讲起来吼，时代在改变，不过阮经营的理念一直拢坚持。
每一摆安排节目拢是爱上好的，而且嘛希望讲你这个所在再培出更加多、更加有实力的艺人来。嗯，无唔对，啊，咱今日咱举办这个晚会啊，就是希望咱所有观众朋友会当想起，就咱世界西餐厅过去美好的年代，也希望大家啊继续给咱世界西餐厅支持，和咱世界西餐厅未来的十年。二十年，甚至是三十年，生意会越来越好。阿良哥，好！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大家。希望今仔音乐安排节目令人满意。即马，请大家心情放轻松，好好享受阮为你安排《世界西餐厅》三十周年经典演唱会。